没有完胜很可惜。现在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回事？老是一有点失误，你们就要我砸平板？那我砸不起啊！一天砸一块平板，我他妈一下就破产了。砸不起，砸不起，各位不要让我砸平板了。等下我真的砸了，我操！主要这也不是平板的问题啊，对吧？它也没有断触啊，那这块平板多争气，没有断触，兄弟们，没有断触啊！你说这块平板，好久没玩这个车了，好久没玩这个车了，兄弟！我靠！既然兄弟让我爽，既然兄弟让我爽，那我就爽了。真的好久没有玩这个车了，我靠，兄弟，好久没有玩这个车了，真的好久没有玩这个车了。别来孟非古蜀啊，其他都可以，别来孟非古蜀。那孟非古蜀的话可以，云游天，哦，舒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我起步我都不需要集气，我真不需要集气啊，兄弟们，我真不需要集气，我真不需要集气。我们边两个机甲，对面一台机甲。啊，加一个铜油，啊，还有一个什么？对面还有个什么？还有一个铜油加一个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幽蓝什么东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？好，我就这样。哎，呜呼，哦，好爽，哦，舒服。好，我的龙触发了。Nice 地形，370啊！哎，我靠，374！弹幕大神有没有人能算出来这个374到底怎么来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弹幕大神啊，374的速度你怎么给我加出来？你给我加吧，这个车 CWW 是WCWW 是多少？你给我加吧，374怎么加出来？374速度怎么加出来？别说吧，啊，开了，哈哈，开了就开了嘛，啊，哎呀，大惊小怪的，开了就不行吗？就开，来321，除了序列随便替，序列本来也不是替呀，对吧？你这话有矛盾啊，兄弟。啊，除了序列随便替，序列本来也不是替呀，对吧？你这话有矛盾啊，兄弟。啊，是吧，各位？这序列也不是 T 呀，我靠。
什么叫开小号加水军？好，我选对了，你看我一选就对了吧？对了吧？对了吧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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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们，对面有东西的不？对面有东西的不？对面有点东西了不？行不行呀、啊，兄弟？谁在说话？这怎么？那不好意思了，我觉得对面有点实力的。我靠！哎，你他妈的你！你是猪吧？哇，这个老坑逼了，这个人。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。要不是没有最后这个猪队啊、要是没有最后这个猪队友，这把压根就不会赢得这么狼狈。跑不快没有人怪你，跑不快还坑队友，那就有人怪你了。